现在体验黑妖魂在线，但是有一个智障把他这个回剑玩光了。但是敢加九的吸血鬼董这一把埋伏应该是不会有人杀小，太可怕了！加三的黄金双刀，过三金装。在这个刚刚给你们看一下，加九法力昂的霸气，他这个龙甲主要的差别是加那个回血的发动率啊。那地龙甲就是加减免，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性的。死神裤子加七，哦，这个裤子加五减免的裤子。等于是一个死骑蛙穿在身上，加九光之力量皮夹克，我看一下，只有官方才会出现这种装备。再这件，这件应该没有人看过了吧？吸血鬼旁边撩妹，夸张！你们再插入一次，你们再插入。来来来，我们的手要碰在一起，干嘛在拉筋？有细菌，他觉得你有细菌啦，干！我刚刚讲，防疫期间请不要靠太近，觉得你有细菌。对，来加九觉醒的斗篷，这个我好想要。你现在点了没啊？你点了没？没有啊，你这装备不能点吧？这边有回，这边没有防卷。金旋风一直想把人家装备点爆，后面的不能玩。我现在想点东西。旁边测试机，你想点人家东西哦？真是个杂碎。不要吵，我现在点东西。加七甘特的惩戒，第二页，你们看一下。你要点三小啊？有种你把加十这些加九梦点加十梦。全部都是金装，你们如果来到现场，可以玩一下这个账号，体验一下这个感觉。他的 ID 叫什么？你看到没有？最强体验黑妖啦，最强体验妖06，他跟我的 ID 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最强体验黑妖，埋伏黑妖，最后希望就是我了。然后你就转职了，妈黑妖三小最后希望。好，你们看这招就是我说的有 bug 的，不要按。这招目前没有开放，是因为它有 bug。大家看，那你要看。按了之后，你就完全不能按了，完全不能出来了。按啊按啊，你到底按不按？哇哦，隐身了！哇哦，隐身了之后你什么都隐身术他妈的在这个测试机得到了实现啊！可是你不能攻击，你也不能把自己挖出来。那我现在怎么出来？然后只能等时间到。不过他时间好像很久，来看一下 buff 时间。屁啦，你按 auto 看看，说不定可以攻击。不要讲干话，不能攻击。他跟引斗不一样，靠背引引不来，不能用。对，所以这只是要目前有 bug， 还有自己把自己挖出来，放那个啊，放强力无锁。不行啊，就是、放无锁，放无锁，就挖不出来，挖出来可以挖嘞，自己把自己挖出来，可以挖了。这招改了 ，bug 改了，自己隐身把自己挖出来。之前不能挖，挖不出来，太神奇，太神奇了。没有看了这招，直装有望哦。是啊，这隐身也是哇，这隐身 OK 没问题。今天这个主题就叫被挖这个玩这个没问题。自己隐形把自己挖出来。我们测试一下可不可以用魔法卷轴挖它？挖出来，挖出来，挖出来，100张。不用试了吧，一定可以啊！相信专业。因为我之前打不能挖自己，你这种没有引斗的蛋，不懂这个隐形叫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之前隐身真的挖不出来，我没有骗你们哦。好了，赶快隐身，赶快隐身一次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无锁卷，一定可以。不能用，你他妈不能用，我就说不能用了哈。你那个是强无锁吧？小无锁，小无锁不能用哦。那自己的隐身，自己的无锁，我们试试看强无锁，强无锁。自己的无锁可以哦，强无锁可以用，小无锁不行。然后，但自己的无锁可以用。你测这个干嘛了？台版就没隐身术，就是要跟大家说，很多人想知道这道是干嘛的。哎，是我们身为一个黑妖魂，当然是要看黑妖啊。Nice， 好爽哦，舒服。对不起，你和什么蓝变啦？舒服，合成。经济收起来，没问题啊！金变了，金变，我们今天喝完，后面来的人你们就没得玩了。哇哦！干这台了，这台运气比较好，对，这台比较欧。